喵喵喵喵喵，饭后吃个苹果，我舒服呀。哦，怎么害虫警报啊？这怎么回事？哦，原来监测达到100%的时候就会有害虫警报啊！我这怎么了 ？Oh no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喵喵，你们的小羊姐姐。嘿嘿，今天我化身一只小老鼠，哎，哇，我力气也太大了吧！哇，我居然把这个缸子举起来砸碎了。这里有汉堡包，赶快把它吃掉。喵喵喵，饭后吃个苹果，我舒服呀。哎，一下子任务就完成3/4了。再砸一个花缸，嘿，呜、哦，任务完成了。我就可以去下一个房间了，可以去饭厅看看饭厅里面有什么。哇，这个饭厅不就是我的天堂吗？感觉肯定有很多好吃的啊！这个垃圾桶，哎呀，臭臭的，很合我的心意嘛。我现在先跳上去，哦呦，这个人类发现我了，嘿嘿，我有暴击，我就可以伤害他。我把我的毒气放到他面前，哎，躲一下，躲一下，我这真的可以不看到我，太神奇了，嘿嘿。现在我打他3下过后，他就会被我眩晕中。然后我再躲，我在这底下应该看不到我吧？他居然这样都能发现我！哎，我居然跳到垃圾桶里，他就看不到我了。果然，人类都是愚蠢呐、啊！只要不在他们视线之内，他们都发现不了。看我公然挑衅他，嘿嘿，又昏倒了吧？看我的毒老鼠，我就这么厉害，把这个鸡蛋给吃掉！哎呦，他还在挑衅我是吧？站在我面前，哇，这个甜甜圈，我太爱吃甜甜圈啦！哎呀，舒服 ，nice， 这还有一个奶酪。哦，我怎么害虫警报啊？这怎么回事？哦，原来监测达到100%的时候就会有害虫警报啊！我这怎么了 ？Oh no！ 哎，不要喷，不要喷，喷杀虫剂！哎呀，我死了、啊！我会再回来的，你不要以为就此得逞了。我现在在你们家厨房的冰箱里上面诞生。这是什么呀？哦呦，我现在厉害了，我可以对人类的食物放毒，把他们食物给毒害，嘿，让他们吃那个有毒的食物中毒。好了，现在那个男女都进去了，我现在要开始造作了，先把自己喂饱再说。我要吃10个东西呢，这一次，先吃个鸡蛋压压肚子，再跳过去看看那边有啥。这他们家杯子，哎呀，啥也没有嘛。完了，人出来了，哎，先躲一波，哎。嘿嘿，来到他们的卧室，卧室怎么那么多吃的呀、啊？看来这两个人一点都不爱好嘛，怎么可以把吃的到处丢呢？应该丢到我的嘴里来呀！来来来，我帮你们收拾干净。这有个胡萝卜，还有我爱吃香蕉。完蛋，这个人又发现我了。好吧，那就攻击你，嘿嘿，倒地了吧？哎，跳，我再跳。哎呦，发现一个好的藏身之处，这里他找不到我吧？哎呀，这个小女子还是有点聪明的嘞，居然能找到我，那我就把你毒晕。好了，抓紧时间进这个门看一看。这里又有个小房间，哇，衣柜里还有个小苹果。吃掉它，小奶酪，吃掉。好了，吃东西的任务完成了，开始找食物，让他们中毒。这个厕所我来观察一下，他们家厕所还是挺大的哈，把门关上，别他们发现我。哇，天哪，厕所怎么会有奶酪啊？这两个人，哎呦，好恶趣味呀！哎，你在干嘛？人家上厕所，你怎么突然进来了？你真是的，看我毒害你，嘿嘿，让你看我上厕所，臭人烂人，我藏在浴缸里，浴缸里也有个吃的，把它吃掉，嘿嘿。我的浴缸完了，完了，我出不去了，完了，这浴缸太滑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哎呀，怎么办呢？我跳。我最后，哎呦呦，耽误我半天功夫，还是任务还是在厨房解决，我还是厨房的吃食比较多。他现在这个女人一直在和我打游击战，没关系，现在还好有了桌布，他现在看不到我，他过来我就过去，他过去我就过来。好了，就是趁现在，好，让他进去。哇，这个男的出来了，不要怕，冲啊！我去到他们家客厅，把门关上。哦呦，往后走，往后走。咦，他们电视机后面，他应该就看不到我了吧？咦，果然，好笨呐、啊！沙发上有苹果，给你毒一下。哇，桌子上有吃的，我看到了，全部给你们染上我的毒液。哦，这里还有个苹果，赶快给他感染一下。嘿，毒液发射，噗噗噗噗噗噗！完了，这个女的发现我了，她又要报警啦！快跑，快跑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害虫警报来了，要来抓我啦！哎呦，这个门怎么打开了？我藏进去看看，这个有个储物空间，这样应该就不会被发现了吧？天灵灵，地灵灵，神仙保佑我呀！我千万不要被抓到，嘿嘿，好像真的没有发现我哎。哎呦，不过现在我说话声音不能太大，免得一会儿他们发现我了，知道我在这里面，我就完蛋了。我就再静静等一会儿。好了，0%了，哎呦，我可以出去了，要到外面获取瘟疫。出门啦，我终于逃出来了。看看，哇，他们家好大呀，这那么大的一个院子的吗？会跳过来，咦，我看到了那里个垃圾箱绿油油的，这不就是我的家吗？
瘟疫感染完毕，现在我要去感染他们的房子了，让他们平时老是欺负我，而且他们不爱收拾房间啊，对吧？是给他们人类的一个教训，要好好打扫卫生才行，要不然就容易闹鼠疫哦。我进来了，你进来这里就是需要我感染的地方，嘿嘿，厨房冰箱下面，感染完毕，还有沙发上，还有你们的桌子上，还有最后卫生间，哈哈，一整个家都被我感染完了。现在我听说我的小伙伴被这些坏人类给伤害了，我要去解救他。他在车库里，车库在哪儿啊？哦，这个可能就是车库了。小心点，免得一会儿遇到人类了，遇到人类这可就不好办了呀。哎呀，才说到怎么这里就有两个呀？哎呦，还好我有毒液，嘿，先毒晕一个，这个也把他毒晕，嘿嘿嘿嘿嘿 ，nice， 好了。进去了，这里停了一辆大的 SUV， 哇，找到我的小伙伴了，我要拯救他，把他背起来。哎呦，哎呦，兄弟，话说你真的太重了吧？天哪，我感觉背着你我都走不动道了。完了，人类发现我了，不过还好我们两个身体小，可以从这车底下走过来，这样他们就发现不了我了吧？嘿嘿，迂回战术还是我聪明啊！但是这个兄弟真的好重啊，平时没少偷吃吧？背着你我走路的速度都慢了平时的两倍了。哇，终于到了，终于到了，还好我力大如牛，嘿嘿，把它放进来了 ，nice， 获得了10点忠诚积分。下。